我要跑起来了，跑起来！吃一个卷轴好了，他也有吃，我也要吃。猪人不吃，黑焰之剑！哇，获得一个黑焰之剑！呜，这个蛮贵的吧？真的是打到，真的是有黑焰之剑呢。赞赞赞赞赞！我记得昨天一把是4000吧？哇靠嘞！我可以吃几个便当了。黑岩之剑呢？铁熊相貌堂堂，如今青春各家闺女都拜倒在他面前。空差小，哇！黑岩之剑发了，发了。先一个一个点上点过去嘛啊、哦！哦，加一很多个哦，不错不错。A 岩哪打到的？奥塔二楼打到的。哦，11个蓝耳，有8个存活下来了。OK。哦，有加二了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可以加四吗？可以加四吗？哪只怪掉的？我打死亡之剑，不幸的死亡之剑掉的。我卖2100，因为我直接，市价是最低是3500啊，好，观众跟我买，我直接卖他2100。哦，不错不错，那我就不用保底啦。有加三就赚，有加三就赚，哇！消失消失，加三了，我终于达到我的目的了。哦，两个加三，两个加三，三个加三 ，OK， 三个加三，那我把我的装备这个。也点下去好了，这个也是陪我到那个时候，从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啊？从刚开始玩的时候陪我到现在啊，因为我第一个签到就冲到加二了。哇，小石剩三个加三，海边氪金的没有没有，我刚把我黑焰之剑卖掉啦、啊，有没有加四呢？加四，哇，没有，加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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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三